小林，你来了啊。咦，今天怎么没有穿垫高鞋的？小林啊，很多人呢。170哈？163。骗子。福田宇，昨晚我邻居家进贼啊，他一个人住的，那些贼见到吼，抢了钱，还把他什么什么啊，要是有一天他们跑进我的家，我会不会人家还是老处女？真相只有一个，就交给柯南吧，他一定要把凶手抓住的。福田宇，请问刚才谁上过厕所？是谁？哦，不是，我喽，怎么？原来是你呀、啊！你以为这里是你家？你上厕所不会先开马桶盖吗？上面讲到公司尿还是水，懂不懂什么叫卫生？你叫其他人讲用哦。嗯，那天肯定不是尿，是水来的。我很小的时候在分配玩设计，很厉害了的。我还赢过很多贝贝。小林，你喜欢贝贝吗？我送一个给你啊。喂呀，这个杯子是谁喝的？你们男生喝了水可不可以洗杯呀？洗杯？洗杯不是女人做的吗？洗杯还要分男分女哦。你们男人的手是断掉了。哎，我设计那个 Polinata 是不是？如果手断脚断啊，只要按那个 Control Alternate F， 我就可以 recover 了。我迟点弄好了，我就 send 你那个 link 啊。如果头断掉嘞？头断掉了。男主外，女主内。我们男人的双手是拿来扛更重要的责任的。讲得很好，不过你这句话可以收进博物院。啊，小林啊，这样如果你不喜欢贝贝哦 ，Hello Kitty 讲，还是 Super Fun， 现在有什么 Super Fun？ 我觉得你们男人太不懂得尊重我们女人了。嗯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要抵制和男人约会，直到他们给我们道歉为止。我们不可以再做沉默的羔羊了。赞同。嗯。你刚才买了几件裙子啊？嗯，算不清哎，我也不懂。你就好了。这个好像很好吃哎。哇！谁说周末一定要跟男人约会的？跟几个姐妹出来喝下午茶更开心。就是说嘛，跟男人去 shopping 无聊死了，又没有主见，又不会给意见，还是姐妹好。当然。No。像太豪杰这种大男人主义又恋母情节的男人，除了他妈妈，其他女人都不是你。阿奇，你们有没有听说打喷嚏代表人 miss 我们？一定是小林，我要跟他讲 miss her too 先。喂，千万不要，女人80岁之前都不能宠的。尤其是 miss 这个字啊，不要乱讲，要不然啊，他要你每天跟他讲 I love you， 哼。到时候啊，我们就给女人 control 了，就生不如死了。大雄，你吃油炸鬼了是吧？嗯，喂，拿掉来。哦，这个啊，你不知道谁的，小林送的。那些男人整天说我们女人要求高，其实我的择偶条件很简单的嘛，就是要高，不要秃头，爆牙 ，O 型腿。一定要很爱很爱我，这样有很难吗？有难道？都济南一下的。不过呢，我们女孩子比较脚踏实地，不像男人这样
只会讲理想、讲梦想，都三十几岁人了，还每天幻想自己是柯南，幼稚。看完柯南第55集，当然是接下去看56集的嘛。这么要问我？哎，那个作者什么时候才死啊？女人本来就是复杂的动物，如果我们陪她去 shopping， 她选了一件衣服之后问你意见，你说不好看，你就完蛋；你说好看，她说你是混蛋。所以我说，陪女人 shopping 是全世界最高风险的投资。讲错一句话，哼，分分钟粉身碎骨啊！哎，总之呢，女人就是 trouble， 没有女人，我们男人也可以活得逍遥自在。嗯，哦。他们男人以为只有他们可以过得逍遥自在。身为21世纪的新女性，就算没有男人，我们也一样可以过得很好。嗯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一期我们一定要站稳立场。男人一天不道歉，我们就不要听他们电话，不要跟他们约会，直到他们道歉为止。总之就是，女人单身万岁，干杯！可是哦，我只能够单身到26岁耶。因为我的计划是在26岁的时候结婚的。嗯喏嗯喏，不见面的话，作业怎么办？嗯，喂 ，Come on， 你们两个现在是想怎样啊？现在是作业重要，还是我们女人的尊严重要？还有啊，我敢保证，只要我们坚持到底，26岁前他们一定会道歉。如果他们不道歉呢？不见面不要紧啦，这样我可以 online 问他功课嘛？你说呢？但是哦，我已经够了了单身，我不要再单身，我想要的两个人试试的世界。睡你的头，泡沫哦。喂，我们男人年纪越大就越有魅力，嗯，女人年纪越大就越够力。哎，只要我们看准时机，8月会这场仗，说命。嗯，如果这样子的话 ，Angel 会骂我们的。那。如果你放下尊严跟他们 say sorry 的话呢，哼，以后 F1 啊 NBA 啊 badminton 啊没有你的份，你陪他们看韩剧哦。啊，我想到了，我们可以买2部电视，一部看韩剧，一部看球赛，这样就没有问题了。这样声音看哪一边？哥哥好帅啊。工作人员，哎，袁妈妈，干嘛你来这里啊？他们不是取消约会了吗？啊，你也知道他们取消约会了？在这里有什么秘密我不知道的？哎呀，你说现在该怎么办？他这样大男人哦，我怕我两脚一伸啊。他都还没有娶到老婆。May I？ 我会跳舞的。我练。男人和女人开战了几千万年，到了今天人类还没有绝种，这就证明男人还是需要女人，女人也是需要男人的。男人女人都是彼此缺少了一块的拼图，唯有配合迁就对方，这块拼图才能圆满，到了最后手牵着手走向幸福的婚姻殿堂。脚这么，什么事哦？啊！我的脚要断掉了啦！不会的啦，如果断掉哦，站不到的。你不用怕，有我在啊！你在这边等我一下。
小林，可以过去坐了。还是扶你啊，小心。哎呀，做这样多东西的，去百巴圣马兰回来啊？没有啊。这样这些东西哪里来的？车咯。怎么你车这样多东西的？上一次我看到你包包好像很多东西很重这样，所以我就帮你准备这些哦。但是你放心哦，里面的东西呢，这牌子全部跟你用的一样的。哪一个脚？这只啦，有脚。这个啊。中了喽。小林，你怎么脸红的？有没？你发日期，等我一下。喝凉茶，我包的。子曼，喂，我帮你上凉啊。这不是男人的声音啊，你跟大雄在一起啊？啊，没有啦，我没有跟大雄在一起，只是刚才有两只狗路过，哇哇，又回来了哦。这个狗真奇怪的，你小心给它咬到。哎，星期天 high tea 啊，不要迟到啊。知道了啦，我懂了，拜拜拜拜。糟糕了啦，子曼该不会发现我和大雄在一起了吧？这下死定了啦！都是你啦，怎么你要接我的电话？小林，我其实呢，这个你就当初今天没有看过我，没有看过我。小林，其实是豪杰咯，豪杰哦，他要我跟你们划清界限呢，明明是他们两个吵架嘛。为什么要把我们拖下水哦？我不理了啊！总之，你不用怕。如果子曼敢对你讲哦，虽然他也是搞过我啦，但是我一定不放过他的。小林啊，我可以转过来了吗？喂，子曼呐、啊。我知道啦，这个礼拜天吗？哦，没有啦，我在和怪兽约会。啊，子曼，我要死了，不讲了，拜拜。啊，嗯 ，I love 宫崎骏。福天宇，我知道是你，怎么这样给不住我？嘿，你 OK 吗？你伤得很重啊！哎，我送一包血给你啊，你喝了是不是可以恢复元气的？怎么不让我死？反正我都玩得很险了。Pauline，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死，而且你在这关死是不是很丢脸的嘞？再加上你死的话，所以跟我一起打那个跟多玛做。可是。我已经答应了子曼，不可以和你约会的。在现实生活中不可以，在怪兽的世界里也。Pauline。哎，我在电话听到你啊，然后我看到你给怪兽拉进去，然后
怪兽，这样子。哦，刚才我啊的一声是因为我刮脚毛不小心弄伤自己。啊？嗯。哎，Polly，我给你吓死啦！我以为我以后都不能再看到你了。我刚才飞脚是飞得多快，你知道吗？我刚才差点撞到一只大肚子的猫，然后我有没有中沙曼啊？原来你这样关心我的。可是我已经答应子曼，我们不能见面的。原来你也有阿尔卑斯闪少女哦，我也有啊，我的是 Blu-ray 版，比你的漂亮了，那个 plastic 还没有拆的，还是可以卖出去的，有价值的。福田雨，嗯，龙猫，很久没有看了，再看一次要不要？ I wanna be, I wanna be, I wanna be your baby. I wanna be, I wanna be, I wanna be your baby.来在这里找到我半死啊！哎，还好。停电，不会叫他载我。Alfred， 不是 Alfred，Angel， 小林，大雄。Colin， 天宇，还有谁吗？豪杰，嗯，就不要出声哦，吓死人了。你都没有叫到我的名字。停电哦，有没有手电筒哦？没有哦。这样怎么办哦？冷静点，我去check一下看什么事。哎，我帮你。等一下，走吧。麻烦。到了没有哦？前面就是啦。什么？没事。好，挑 feel 而已。啊？什么 feel 啊？Feels， 你应该没有电子工程学位哦。还站在这里做梦，走了。吃什么？哦，想要约我，可是我们爸约会的行动还没有终止我。不过如果你肯跟我 say 一声 sorry， 我大人有大量，也会原谅你的。我说你的头啊！你不想想刚才是谁救你的 ？Come on， 现在想你救啊？跳回而已吗？我自己也可以 set 的啦。你可以 set 的，如果没有我们男人，你们女人，喂！喂！什么？喂！什么？下来呀！下来呀！蟑螂！蟑螂啊你们！蟑螂！哎呀！蟑螂不了吗？喂！我！啊！傻波是吗？走。帮我拿杯。你这么……Thank you.
我这个星期天哦，那个 high tea 哦，应该是去不到哎，我要开 OT， 叫你们慢慢 enjoy 啦。哦，这样忙哦，这样周末现在你又坐在这里的。我要，我星期天是要陪我爸爸妈妈逛花园嘞，我也是不可以去了。马来西亚逛花园很热一下哦。这样巧的，这个星期天我约了我妈妈大扫除，你有时间哦？大扫除重要。你们两个到底想怎样？有屁就放啦。我知道天宇有东西跟你讲。啊，对了，就是这样了。对，这样既然我们都没有空，这样星期天的 high tea 就 cancel 啦。喂，什么？你们看，女人，对不起，我们以后会尊重女人，欣赏女人，男人上。喂呀，他们都已经肯道歉了，不然我们原谅他们啦。嗯哦，他们都已经知错了，我们给他一次机会吧。我不是跟你们讲过了的吗？只要我们坚持到底，他们总有一天一定会给我们道歉的。Come on， 跟着我喊，女权万岁！女权万岁！万岁万岁！他是篮球周手。你确定他是周手吗？加油啊！要做我的男朋友，身高一定要在170以上。你真的不要跟我去那个 wedding 吗？你的 ex 结婚关我什么事哦？电话里面还有前度女友的照片。那天艺人家的 X， 你是不是被 X 飞过？芝曼啊，是女强人来的，哪里可能有男人喜欢上她啊？大家好，